带加加分，但也没有歧视，你懂吗？没有歧视，但是就是他们要走，我也拦不住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就看到更大包，他们就走，对。KITTO， 听说这里也要裸奔。好了啦 ，KITTO， 你哪里听的？根本没有要裸奔，你哪里听到的？不要自己在幻想，好不好？没有那回事。我们又没有说，我们当摄影师，好不好？我们当新凯的摄影师，我们去拍，我们就去拍，化身为峡谷记者。我要陪新凯啊，不然他现在一个人打韩服多无聊哈，对不对？我陪他打、啊，你看我韩服已经钻石了呢，我韩服已经钻石了，打到钻石，现在45分，第五角完成绝活 T 五，没错 ，T 五角。要不出一把戒指吧，出一把戒指好了，再买一瓶水，这样 OK。为什么要出戒指？容错率啊，斩杀线有这么高的吗？半血。我在暂时半血，半血加平 A， 你懂吗？半血加平 A 加强攻，我带的是强攻啊！卤蛋战士三下还会有额外伤害，所以你要想，我三下下去加 EQW 快速三连招的伤害。今天从零分吧，差不多零分，好，我们算零分好了。今天从零分，我们现在爬到大概40几分，原本今天六十几分啊，原本刚刚又打到60几分，然后后面有输两场，还三场忘了。那现在是40几分，现在钻石40几韩服。喜欢看韩服博弈有没有？就来熊王这里，我一定给你们看到最想看的。阿古尼汤也死了。打远程有没有？熊的话打远程就主 Q 走位一下，然后等赛尔斯来，赛尔斯打野再靠。在这边，就是距离有点远。AQ 没，拉一下距离。我好像可以自己来，好像不需要他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他把我们敲走就不要硬追了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OK 丢 Q 了，走位一下，躲在后背小兵后。漏炮车 ，OK， 他炮车漏了，挨一下吧 ，A， 不过不能看太久，等一下要出门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咦，炮车。没关系啊，我看一看聊天室，然后还有漏了一台爆车，没关系，你要出门，待会就出门呗，没事，讲一下好不好？先出门讲一下，要出门之前讲一下，不要让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一跑去打，对，突然不见了，跟我讲一下，我也少一块肉，对吧？让我知道一下，插眼，哦哟，他这边有插针眼呢，可以哦，好。这杰西，哦呦，换眼哦，蛮有观念的嘛你。他眼睛好像插在他自己塔下来，就是为了不要让我 A 到那个眼。他在干嘛？你有看懂吗？他在干嘛？还在那边给我 A， 不要忘记啦，你是没闪，我有闪。他在皮什么、啊？他在那边跟我 AAA 皮皮皮、欸，不把我放在眼里是不是？这杰西，但我们这只熊吃素的啊！哎 ，OK， 满级 Q， 好像可以再拿一层诶、欸，我们再拿一层好了，我想摊这一层，打完爆破就走，呀，走了。看不起 T 五，没错，吃一根没错，卤蛋蛋，他看不起 T 五角，知道吗？我每次玩熊的时候，都会有人说：“哎哎，熊是数值怪，是他是数值怪，那怎么了？他是 T 五角呢 ？T 五角对不对？打赢这些 T 一、T 二角、T 三角，对不对？那代表我们是真的很顶哎、欸，懂吗？那些人他就是哎，我跟你讲，会讲那些话，会说熊是数值怪的这些人有没有？
他们就是怎样，你知道？他们就是喜欢看那种花里胡俏的技能。我就讲过，他们就喜欢看那种什么牙泥、牙树结，他们就不喜欢看这种重装。他们一定也很讨厌小超猫，不喜欢玩那种什么赛特剑魔这种，因为他们技能组也很简单。白痴，这种技能组简单的人要有脑啊！不是玩这种角色就可以耍白痴，你知道吗？这玩这种角色要有脑，没有脑的数值怪一样是白痴啊！有脑的数值怪很可怕的，他可以把它玩得很灵活，你知道吗？把这只熊玩得很灵活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玩得很灵活。虽然很笨重，但是很灵活，笨重的灵活。现在出装是不是都出坦？魔弓还能玩吗？不能。魔弓我就讲了，魔弓你虽然伤害很高，但是你很软，建议是半坦，半坦半输出建议。啊，当然你低分段没有差啦，你低分段我不会说什么，钻石一下你要随便玩什么魔弓，什么暴击流，什么雾穿都可以，都没意见，都行。哎，你真的想要上分你就玩坦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他后面可能会有人。我自己来就好。这个我自己来就好，他还想帮我，不用不用，那我自己来。我自己可以的东西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问了又不看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那边都有贴啊，都是无私分享。哎，我会带什么技能？我最近都在玩什么套路？我都会贴。慢一点开大，开刀，敲一下，还是把它拆掉？把它拆掉。杰西没闪，他还留一个闪。我这边有针眼呢、欸，啊，他原来把针眼插在这里，啊、不让我拆是不是？这次我一定拆到，哈、啊、哈，哎，把这波线推了，波线我要吃，好的，看你这样子玩熊，我都感觉我也可以玩到基因，好呗，这卤蛋，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啦。你们看我这样玩熊好像很简单，没有，自己去玩你就知道了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很多人就说，哎、欸，熊啊，看你玩好简单，我看，可是你自己玩上去，靠腰子角色怎么那么难，手挥的有够慢，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自己玩你就知道啦，这没有那么好玩的、哦，这是 T 五角、哦，对不对？我要讲几遍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些人他们就不懂，这我要讲几遍 ，T 五角呢？为什么他是 T 五角？第一，很少人会玩；第二，很少人会选；第三，他不是现在排行榜上很强势的英雄，所以他在 T 五，而且他胜率也没有过50，对吧？但是你要看人玩，你知道，还是我们是对这角色有爱，啊，这只角色还是可以，是就没有之前那么强，哇，没有之前那么强，但还是可以，只是也不少人，对，也不多，也不是很多人会玩。就很少人会玩，我把它玩得很淋漓尽致而已，大概只有我。嗨 ，baby。OK，nice。当然，大部分的人会选择继续扩展优势，所以会出输出。但我的话就不一样。再杀去人家家里，看快笑死！给他吃 ，OK。
크야 나이스. 有遇过伊罗伊吗？当然有啊，怎么可能会没有遇过？问题是伊罗伊那角色不好打，我有一部影片啊，知道吗？我到时候我再把它丢外去，我会把它做剪辑，我都会剪嘛，知道吗？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YT， 好吧？就是打伊罗伊那种角色有没有？就大妈那种角色就不太好打。 就很难打，那因为那只角色就是数值，他那只角色比熊还要数值。当他们在对面投，当对面对不对？当大家在说什么啊，熊是数值怪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大妈？嗯，大妈那角色很恶心欸，灵魂一拉到上六级，啪啪啪啪，你根本完全不用做事你就死了，就这样。真的，我那把就是这样，我那把想说，干，伊罗伊那到底是什么？